这我吃下去，估计这一盘羊。就是挑战不同的角色是作为一个演员的一个追求，对于我而言，我也想去挑战一下爱情戏，就是我自己会很感兴趣这个话题。好过啊！好，我认为陆晋是一个，首先是一个绅士，并不是一个温柔的人，我没有塑造成一个温柔的人。还有你，他没真爱过，突然间爱上了，然后感受到了那个爱的滋味啊！我值得你为我受伤的，你走，不值得你保护我的。你知道，因为我爱你。因为我很久没有拍这么浪漫的场景了，剧照拍得很美啊，每一场浪漫的戏，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努力，都希望能够拍得很浪漫。